县长、副县长啊，咱个秘书长啊，各位咱议员同仁，各位媒体记者，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来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13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11年6月17日上午9时10分，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陈副议长余烨等7人，内席翁县长张亮等26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13人，主席陈副议长余烨，秘书长李光耀，议事组主任张彦博。记录林丽云、卢正道、黄旭平、王立贤、严宇慧、李静荣。主席宣告开会。一、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议事之程。二、议事组宣读第12次会议记录。专案小组报告如附表，请参阅。三、散会上午9时36分以上。各位同仁，咱上次会议记录，各位同仁告诉咪给，无咱确认了哈。咱今日排定的议事日程是讨论提案、临时动议，以及呢2、3读会了哈。咱在即马现在进入讨论提案。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翁章良，案由有关原住民族委员会补助办理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城乡建设地方创生原民部落营造工程等8案，合计经费新台币3354万995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甲一号案各位同仁告什么个？无吼，无咱原案通过。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翁章良，案由有关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补助办理111年度嘉义县达邦国小附设幼儿园等5园充实及改善教学环境设施设备经费等10案，合计经费新台币85173056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提交大会讨论，请教育处针对本案审议明细表备注，像是5、6、7、8、9等相关经费来源、预算科目及文注的叙述有误之部分修正后，送本会再行审议。咱家己有按那个局长呀，修正了呐。主席好，伊送过来了后，有摕过我看过啦吼。系。内底是伊用公务预算来表达啦，吼、哦，用公务预算来表达。公务预算来表达是我会使，但是是较笼统、较便宜形式。因为咱讲，你知无？公务预算虽然会当，咱追加减虽然是，咱迄个点目案虽然是公务预算较会使，吼、哦，基金的部分是无咧用即个点目案的啦，吼、哦。但是呢，你基金的部分牵着到本预算的部分啦、啊，吼、哦，本预算的部分，你爱明细爱付过来，嗯，吼、哦，明细啊，因为譬如讲你，我讲的意思是讲，你存公务预算内底是无安尼编，你各局处的时阵，伊要开什么钱，开对一个项编什么对一个项目科目，伊拢有写出来，拢写真详细。哦，迄是各局处的部分，但是你基金的部分，你从教育基金这边，你的部分，你有牵涉到你公务预，你伫这个公务预算，你是加骗一条钱尔，骗一条钱就是加奖补助的部分啦。啊，奖补助的部分对特种基金的补助，内底是涵盖有够宽，有够宽。你较用这条钱划落去做基金，做基金较骗出来。所以你的明细根本咱议会都无法度通看到，无法度通看到。啊，所以到厝了后，到厝含主持人等于研究啦吼，含各局处也研究了后，伊有送过伊来改来做公务预算来审视出来啦。所以呢，本身是讲，这边都因为咱年底吼，啊，都因为拄啊，咱家己讲两件重大的工作就是。高雄恩和和全民印，哦，算嘉峪关诶，哦，这个好代志，哦，啊，因为这案啊，如果
阁有啥物问题的话啦，牵会到后壁全民印的经费会去伫咧着。所以本身是讲过，你改安袂要紧哦，过以后咧，你牵你要用公务预算申诉出来好，但是你爱有牵会到本预算基金的部分，你偏伫底迄个所在明示爱做伙付来。哦，爱做伙付来，因为议会，甲你审议的议案是要看你，尤其点污化的部分，是要看你这条钱财源伫底。哦，你这边提这个点污案是有合理无？有合法无？议会要知影是要来审这尔啊，哦，审安尼尔啦。啊，你即样，你有偏离古迄个公卫生内底。你当然就是要付过啊，无我也知道你钱是要对对来，哦，按本身讲的意思就是伫遮，哦，你啊过来，就是讲你诶，咱明细表，哦，做一道迄个，咱明细表内底提点付款的部分，是毋是核定总金额分做三栏？迄个业务当时要租给处理要注意者吼，核定总金额的部分，迄度公文诶。哦，中央有公文给咱的嘛，你公文要付来。过来，预偏的第二栏，预偏的金额，迄就是咱旧年度，比如讲伊过来的时候，咱旧年度咧什么预算，你业务当时就已经下落咯，下配合款，中央要偌济给你咯，下伫迄个项目底啊。哦，所以迄个所在你要注记，哦，爱注记，爱付来。再来后壁第三栏，就是伊个点，这边要点付款的部分，迄、那个部分要堆偌堆加减偌济钱，迄、那个所在，你只要交代讲你钱是要对对来，从这边到我厝这边五六七八九，这堆加拢点付款推来，这几人加起来一动开13次的超收款啊，13次的超收款拢对这条来开。啊，唔多啊，拄啊好有这条钱来，哦，啊，你对迄来，你就只要注明讲，我这个钱是对这个超收款13次的超收款来，唔免再加讲，我是要开超收款的对一个科目啊，迄、那个科目的部分你无一定爱申诉出来，你知无？比如你业务单位，含你主管单位、财政单位，你只要点付款来过。恁本来就知影讲，这条钱要落咧到年底要追加减，要落咧对一个科目嘛。迄唔能够讲议会讲，阮是干要审讲，你的财源对对来尔，啊有合理合法无？哦，所以这以后的表格，以后的表格就是爱安尼做，爱上详细。哦，希望各业务单位爱注意一下。哦，啊这边都因为你用公务预算。哦，你甲我规样用奖补助来，不要紧。哦，你明细无甲我付来，无写详细，不要紧。我赶快过，哦，赶快就通过。哦，啊，过来，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甲业务单位讲一下，吼、哦。恁咧报中央的预算的时阵，计划的时阵啊，希望一边要做对做对，就看好啦。哦，卖春这边啊，到处。第五案，第二个内底第五项、第七项，无去了后，还佫讲啥物要佫增加变数，增加造型设备，哦，要佫增加对一搭，还佫办对要佫点付案，啊，毋多好有这条钱，啊，若无这条钱嘞，哦，告诉处长，你知影无？谢谢议员指教，哎，你像你内底啊，你第五案啊，吼、哦，五七九啊，迄内底啦，你的提案内底第五项、第七项、第九项啊，你第五项啦、啊，吼、哦，讲啥物要搁做木板，要搁篮球架，啥物要更新安怎，吼、哦，搁加落。你是要报中央的时阵，你阵就唔写了，唔一边看好到。过来第七案，讲那个啥球员休息室啊，照明设备、办公室、厕所啦、啊，
要搁加做迄落去啦。第九案啦，什么有几栋、四栋的建筑物的迄个耐震能力啦？要搁怎么补强？要搁安怎啦？啊！你出来报中央的时候，你都爱一边存在问题，你都爱看好搞，一边报去哦啊！啊，今仔唔到这条超收款7.4万，啊，若无这条的时候，你要安怎做？大会主席还有议长哈，还有那个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啊、蔡议员其他议员所指教的这个部分，我再说明一下哈。第七案第五案那部分是那个体育馆哈，东区是迄阵7800万中央核定下来的经费，那是因为整个在整个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那个薄膜要拆掉，那薄膜拆掉以后，它那个整个下雨下来以后，地板就坏掉了，那。还有就是说，他的那个篮球架那个部分，中央是不补助的哦。中央在第一次在看我们的整个设施设备改善的时候，这个是不包含在里面的啊。所以后面我们觉得说，那既然都要维修了，是不是我们一起把它处理？包括整个场馆里面的那些油漆，我们也都整个去就是把它整理了。因为有些东西是教育部他没有办法给你做一些改善的，所以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只能。好啊，内底有一寡够，吼，你比如讲篮球架这修理还比较紧啦，你像后壁第七案的啦，休息室、照明设备、办公室、厕所啦，哎，本来恁嘛就是要搞伫内底的啊，那有迄个运动场用用要那个那个也是那个球员啊，还是什么运动员要运动，无迄个休息室，无迄个。报告议员，那早恁都要想落啊。对，那个也是中央不补助的项目啦，那我们是说拆开来，我们自己来执行。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都是要用现款。我正要来讲的意思，就讲恁业务台以后要报中央提计划，吼、哦，要人讨钱，你着一个想法搞，一个想法搞，对大对大，吼、哦，啊，计算出来偌济钱，做一道退学搞啊，啊，无让感觉讲，啊，袂像我这条超收款7.4万落来，啊，呾扣起一直，知影讲啊，因为这样都积累落来啊，吼、哦，每年的薪料都。都是个啊，都旧年过年就要落来啊。啊，落来时阵，你当有即早有即条钱，啊，咱袂想各单，哦，啊，尽量一直签一直开。不，啊，若无即条钱，要安怎？是，谢议员啊，我想哦，现在在公共工程部分真的很伤脑筋，包括中央在核定给我们的，像棒垒球场那部分，还有水上全民馆的部分，事实上他们都是用107年的造价单价占价分析的。哦，啊，你若是讲啊，你若讲造价管理物价上升。迄无会讲，无会讲，你提出来点付款袂要紧，你知道嗎？根本有的内底都唔是安尼个。伊迄有的内底就是上面不补助那个项目。上面不补助，嘿嘿，所以要单位啦。我再说，你这个时候你来注意一下啦。好，下次我们就。国家单位啦，哦，好好，谢谢。啊，这样同我以后就是安尼做，啊，明细表，哦，就是照我讲的安尼意思。好好，我们下次再补。哎呀，你若牵着到本医生，哦，骗着公务医生的时阵都无会讲。骗到公务医生，你要澎湖市医生基金哦，公务医生的部分你要追加减，含本年度的公务医生，你本来就付来就好啊。对对，好。哦，你若是牵涉到基金本预算的部分，你爱袂使加设公用迄个奖补助迄个科目来，你内底公务医生对一个科室，吼内底的局处科室内底开伫对一项，你也爱付来。因为你奖补助的部分是牵涉偌济，伊才那会使规个呾全包。你奖补助的部分是啊，包括业务费、一般事务费、设备投资、委办费，规个拢缴缴做伙呢。咱那会使你开这条钱，你平时骗伫底？好，哎呀，我意思，迄下骗伫底你爱付啦。好好，谢谢议员指教啦，这部分我们会再改进。安尼，我们以后各局处哈。啊，要送医生来，议会审的时阵，请注意这些细节啦，吼。啊，咱第二案安尼，各位当然也无意见，咱就照予伊安尼通过啦，吼。来，甲三号案，提案人县长王章良，案由有关交通部补助办理111年度嘉义县智慧交通控制系统提升计划等九案，合计经费新台币1,755,115,114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规定列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加三万，各位同仁，加什么意见？无吼，咱原案通过。
加四号案提案人县长翁章良，案由有关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渔业署补助办理友善渔业生产环境，促进渔村社区永续经营，嘉义县111年赤网渔业辅导转型措施等六案，合计经费新台币754万4370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查见原案通过，一说明是办理111年嘉义县农村再生专案管理及辅导计划与培根计划，核定经费490万元整，请补中央核定补助公文等书面资料送审。二，本案附件资料100页、101页各机关单位预算执行要点误列，请删除。三，说明五，一办理建构友善动物保护计划含游荡前管理精进措施计划一案，请修正111年度建构友善动物保护计划含游荡前管理精进计划经费明细。二，附件资料102页奖补助费备注说明栏最后一行花湖山合计572000元，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补助512万2000，嘉义县请补正嘉义县后面所缺的文字。安尼，咱加四万，要阁补充一下无？无哈，啊无，咱就照安尼哈，修正后照原案通过了哈。来，甲五号案提案人县长翁章良，案由有关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田水利署补助办理111年度农田水利发展计划农地从化区紧急融水路改善地方政府执行顶二案等二案，合计经费计新台币13514800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查见原案通过。甲五号案各位同仁到这个，无咱照原案通过。甲六号案提案人县长翁章良，案由有关经济部能源局补助办理111年度嘉义县国有盐业用地太阳光电示范场域补助要点一案，经费新台币2150万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查见原案通过。甲六号案各位同仁到啥意见？无哈，照原案通过。甲七号案提案人县长翁章良，案由有关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补助办理111年换购低碳垃圾车补助计划。增列核定垃圾车一辆一案，经费新台币453万2000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查见原案通过。甲七号案各位同仁到意见，无啊，照原案通过。甲八号案提案人县长翁章良，案由有关文化部补助办理111年度。国定古迹王德禄墓日常管理维护计划等三案，合计经费新台币230万40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查见原案通过。甲八号案各位同仁若无意见，咱照原案通过吼。甲九号案提案人县长翁章良，案由有关卫生福利部补助办理社劳政联合促进就业服务计划等二案，合计经费新台币1160万4000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查见原案通过。甲九号案各位同仁若无意见，咱照原案通过。甲十号案提案人县长翁章良，案由简送财团法人嘉义县文化基金会110年度决算案一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更需办理相关事宜。审查见原案通过。甲九号案各位同仁有意见？无吼，照原案通过。哎，十号案照。哦，咱十号案啦吼，说啊吼，咱一号案来。以一号案提案人林丽玲一人、联署人张婉珍、吴世荣、李国盛、詹黄树莲、邱银海、陈信文等一人，案由
建请县府提供零至十三岁孩童新冠肺炎免费定期唾液快筛，以维护儿童健康。办法大会通过，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议员，我要补充一下，无啦哈，好，来安尼，咱原案通过啦哈，来。以二号案提案人陈副议长一业、联署人戴光忠、戴琼如等议员，案由本县变更限制扩大都市计划、主要计划、细部计划业已核定，即将由县府公办事地重划，请县府妥善规划土地所有权人可分回土地面积，并加速完成事地重划，维护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共享开发利益。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副议长要补充一下，来。咱台会咱张议长、咱王县长吼、咱各局处长，每个省镇所有议员同仁吼，本席提这個案吼，嘉义县几十年来拢是农业大县，那这个变更限制扩大都市计划，这是八十七年的时阵都提起啊吼，但是嘉义县过去咱以农业为主，所以一直拢无需求。咱王县长上任了积极吼。将咱嘉义县带到农工大县吼，这个方向，所以这个限制扩大都市计划吼，再度吼引起大家的注重吼，真侪开发商也好，包括咱县政府这个咧要公办也是要主办吼，这过去这两年大概真侪的会议啦吼，最后咱县长吼。承担责任来公办这个扩大都市计划，本席嘛非常的支持甲赞成吼。但是这牵涉到阮埔主甲土地吼，足侪地主的权益吼。过去咱私人的开发商要回馈吼地主的，大概签的同意书拢是50%以上，但是照本席。接到的足侪地主来甲本席订金吼，即马大概咱县政府的本等于大概拢伫做47%几、48%几吼。我讲哎呀，差一趴了，差偌济？算算的差一趴就差20几亿吼，所以差3%就差超60多亿吼。所以这对地主的这个权益受伤非常的大。那本席今日特别谈议会提出来。就是要要求咱县政府吼，会当搁深深来检讨吼。既然要公办，咱县政府嘛毋是一个盈利事业吼，咱县政府是要予咱的县民过着搁较好的生活。扩大都市计划是为着咱工业搁较侪人入来的时阵有所在啊，通啊来住吼。所以咱应该既然要公办，就爱甲咱的利润是毋是摕转来？分予咱遮原地主，所以本席谈遮提这个案，希望会当甲咱分予地主的，会当提升到55%，安尼所有地主一定拢会同意，咱县政府要进行，嘛一定会足顺利吼。那谈遮我嘛要甲邱处长讲一下吼，我有看到恁七月就要劳务采购啊吼，但是恁拢还袂开说明会进行。您就要开始来劳务采购这的所有的这的开发案，是不是不妥？是不是不妥？本席谈者是要建议咱地政处吼，应该先甲咱所有人这地主开说明会，让所有地主知影因的权利伫底，让咱县政府未来伫行政作业会当顺利。过来恁甲来劳务采购，所有后续的动作才会一一顺利来完成。嘛会当得到咱洪县长农工大县的愿景，感谢报告，感谢。好，安尼，我来，安那你要，这个家里啊，你是要补充一下，无好，咱这个案一继续一下，吼，唔是，来，安尼无问题就通过啦吼。局长，是唔是哦？迄个我刚才咧讲的劳务采购爱心暂缓。先开说明会啦，让所有的地主爱知影讲因的权利伫底。安尼你，这较要紧啦。处长，你起来，说明。
那个大会主席哈，各位议员哈，大家好哈。针对那个副议长在提说哈，这个劳务采购哈，要先把它下架这一件事情哈，再跟那个副议长报告。其实这个劳务采购哈，它这个从化的作业，它是在协助我们政府在先做先期的一个规划，就包括这个，他先要去估算我们所有的那个负担比，哦，还有要估算要去先做测量，哦，所有的相关的行政作业，所以这个是要在那个开说明会之前要先完成的，所以我们才会所谓马上要去处理它，要去赶快去做那个劳务发包。你丢拍谁哈？我补充一下哈，劳务采购我看起来都要八千几万哈，你们估算这爱开八千几万。我讲真嘞吼，我阿哥是希望讲，你们要先让所有地主放心，你们再去花这一笔钱吼，这对咱港口来讲嘛是一条大条钱，哦，这内底恁爱要安怎通盘检讨，恁要怎算，本事拢支持，但是我们注重的是地主的权益，好不好？在跟那个会长报告，其实这个劳务标他只是在协助我们政府在做相关的那个重划的一些作业，哦，所以刚才提到的说他那个要算负担比或者是一些行政作业，他其实只是在做，他后续还会再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那个，的一些做分配测量等等的作业，再跟议长。副议长报告，今麦副议长的意思就是讲，你劳务采购先开这侪钱了，后过恁无去甲百姓讲，百姓也无同意，这个案的时阵，是啦，安尼就真困扰。这个八千几万是加开啦，所以想建议讲，县长家己来办说明会，来给所有咱这的不管铺主，啊，包括太保，所有这的地主足侪人的，爱让因知影讲，因未来因的权利伫底，恁再搁进行后一步，这个才是你们该做的啦。哦，啊，本学期。替咱所有人在地主发言吼，啊，至于行政权责是伫咱县政府吼，啊，今日当议会正式甲恁讲，吼，啊，恁斟酌检讨。来，乡主，你要补充一下嘛吼？议长、县长，还有各局处局处长，还有媒体先进哈，啊，刚刚那个副议长他提的案件哈。就是有关于铺子跟我们太保啊，哈，那能够开发是，能够带动地方的发展呐、啊，因为我们也太保也已经饱和了，所以这个开发案我非常的赞同啊，哦，那在我们政府还没说要公办的时候，很多厂商的进驻啦，啊，所以厂商出来进驻的时候，都有跟我们的地主说，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分到50%以上给你们哈，甚至50%哈，50几%给你们这样子，大家都这样子讲，所以我们的乡亲的期待也蛮高的啦。那后来我们县府说要公办啦，那我也不反对公办啦，可是我是希望说我们。我们县府应该是要给我们民众给他们一个安心呐、啊，因为既然人家示范可以给50%以上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有这种考量。就像我们副议长说的，我们县政府不是营运单位，我们是在帮助我们的县民，我们要保障他们的财产的权利。所以，我们如果在公办起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就是趴。那个要分给他们的趴身所，应该要比照一般的那个就是私办的这样子。那如果像我们副议长所说的，你要花了八千万嘛，八千万来测量一些土地的方面哈，我是觉得说，就像副议长说的，我们先办一个公听会，我们让我们的乡亲安心，说我们要如何的。给你公办，然后要分几趴给你们，让他们比较安心一点。不然到时候你做了测量，你花的那一笔钱花下去了，然后到时候那些乡亲不认同的时候，在软干到时候抗议还是怎么样，这样子是不是对我们县政府也不好？然后对我们县长他本身他的形象也会比较不好一点，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好，我先跟议员报告一下哈。其实那个地主要负担的哈，是只有两个部分，就是他的那个公共设施的用地的部分，
还有就是我们所有重划的费用，重划的费用是分作三个部分，就是那个工程的费用，还有所有的拆迁补偿，好，第三户的拆迁补偿，还有行政作业的费用，还有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自偿性的一个开发，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要去贷款来支应嘛，对不对？所以这些贷款的费用也是以后要会由地主来负担哈。那这个部，那在那个公共设施用地的部分，我们在都市计划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就是确定了，就是地主要负担40%。好，再来就是刚才讲到的费用的部分，费用部分我们有出估去算过，大概会落在8%到9%，所以地主的总负担是在落在48%到49%。那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在算那个工程的费用，所以还没有很精准的算出来，但是可以去确定的是，我们的那个负担是落在应该不会超过49%，所以地主可以换回来分配回来的土地，应该都会在可以确定是他可以分回51%以上。就跟议员先做报告，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哈，也会尽最大的那个去照顾到我们所有地主的权益，我们会把所有的那个可以负担的部分把它降到最低，让地主能够发挥更多的土地，好，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会这样在做。处长，我跟你说哈，因为这个这是我们就是关系到这些地主的权利以外哈，他们也是很紧张啊。第一点就是很紧张，说我们公办起来会不会时间上哦会 delay 很久，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这件事情尽快赶快处理。然后再来，我就是说我跟副议长一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办公听会，就是要安定我们地主的心嘛，对不对？你至于你要花八千万来测量这些方面，这个也可以在后面再来做处理啊。我们先安抚我们的地主，我们告诉他们你们的权利在哪里，你们未来会有得到了什么样的权利，有土地能够回去几%这样子，至少让我们这些地主能够不用说三两天就地主打电话跟我们问说啊，这公办安尼吼，阮的权利是不是会丧失伊啊？啊，阮爱做等足久的呢，哦啊，土地足快呢，爱办偌久？哦，这样子好不好？我是希望说办公听会是为了安抚我们的地主，然后再来不只是安抚而已哦，我们事情也要赶快尽快赶快处理，因为我们科学园区也即将要开始了嘛，所以我们那里也要发展啊，因为我们土地太饱，跟那个铺子的土地都饱和了，我们那里的土地也要赶快发展下去，让我们这里能够更繁荣，好不好？好，跟议员报告，我们那个地主的说明会，我们是已经规划会在那个8月底来召开，会跟地主哈说明得很清楚哈，这个请议员放心，谢谢。好，第二案我们就原案通过哦，来第三案，以三号案提案人张议长明达，联署人陈副议长一业及全体议员，案由建立111年直辖市及县市长、直辖市及县市议员、乡镇长、乡镇市民代表及各村里长选举延至113年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一并办理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尽速向中央政府反映，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我会提这案，就是有真济咱议员的这个意见啦吼，包括地方的这人民代表选举的意见啦吼。因为疫情非常的严峻吼，啊，所以讲有真济活动无落办，啊，佫要去讲拜访吼百姓，伊嘛唔敢和咱这个民意代表接触啦吼。所以讲有真济人拢会提这个案啦，各县市嘛有真济提这个案，啊，我们嘉义县议会。我就提这个案吼，啊，咱就来通过，和中央看决策怎么样了吼。各位议员若无意见，咱这案就通过了，好不好？好。以四号案提案人黄芳兰议员、联署人江梅红、林香婷、刘雅文、林淑婉等议员，案由建请县府向交通部争取增加台铁对号快车停靠民雄站班次。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来，啊，四号案各位当然也无意见，咱就通过了吼。以五号案提案人黄芳兰议员、联署人江梅红、林香婷、刘雅文、林淑婉等议员，案由
请改善民雄乡三星国小遮雨棚架，使其符合风雨球场活动需求，以利学生及社区民众的活动。办法，另地兴建新的风雨球场，或原有基地地面加高，铺设亚克力防滑材质的铺面，场地排水有效削减，水沟孔洞有效遮盖，设置侧墙等，请县府尽速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议福法案各位同仁，来，议零啊啦，哎。没啦，阮这个议员提这个案真好啦，但是伫这我要甲教育处讲，我会记你伫顶一个会议，我特别甲教育处讲，所有伫咱嘉义县各中、吼、哦、各校啊，即个学校有需要建设的，因欠啥，我拢讲恁来去做调查，调查起来了，恁来报，爱去争取。所以看这个案，我就感觉讲，处长，你是不是拢无去做这个调查？来，处长，谢谢议员指教了哈。我想我们，我们每年的这个大概下半年的时候就开始请学校要调查学校的需求了。哎，我们都有做一个调查，就是说看学校有需要报的话，我们都会同一个时间会报的。然后我们会有些小校的。有些如果是金额不是很大的部分，我们就我们自己现款来处理。那如果是大额的话，你敢不知道我们这个议员真的用心啦哈？我想所有的议员拢会足用心的，但是我是看可能教育处无用心。我希望讲，因为这提案了起来了，你们要针对每个学校，一定爱来足用心做调查。这个学校伊欠啥？这个学校伊需要啥？都要一视同仁来做么？一定要议员跟你说你才要先做吗？不能有这种想法，不能做法、欸、不会啦，因为学校他们都有需求就一定问，一直在很多的场合是希望学校有需求一定，包括我们的督学也好，聘任督学到学校，我都请他们一定要去看学校哪里 有不足，或尤其是有安全有疑虑的，这个一定要在他们的记录里面去写，那记录回来以后我们都会相关科室这个部分要提，就是有学校需要改善的部分我们都会请他们记录，然后我们请各校会会诊他们的需求，然后有时候会跟学校讲，那你是不是应该报过来，我们这边再来统一的处理这样。好，我希望说处长你真的好好的下去调查，摸这样疏忽哪一个学校，疏忽哪一个学校，我觉得说这样会很没用心的、哦、好, 好, 好，谢谢主席。好，五号案按原案通过。以六号案提案人黄芳兰议员、联署人江梅红、林湘婷、尤雅文、林淑婉等议员按由家有好市集等类似大型活动，请县府多安排在民雄乡举办，让附近乡镇民众参与，以利山区繁荣发展。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六号案若无意见，大家原案通过哈。以七号案提案人黄东俊议员、联署人张议长明达、戴光忠、陈柏林等议员按由。本县农民反映栽种高经济价值珍贵树木，因法规无法申请农用水电，造成耕作植栽困难，请县府严厉评估其适当性，或向农委会积极争取，以利农民顺利耕作。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啊，准还没包枪者吧？谢谢啊，议长啦，官长啊。各位媒体先生、各局处长啦，哈，各位议员同仁，处长，这较拜托你积极处理一下吼，甲顶管反映一下啦。是。因为咱讲在即摆做田，事实无啥物外好赚啦。啊，你无啥物外好赚啦，你根本你人做一寡着种一寡着高经济的迄个树啊，啊，咱无水予人，啊，树啊变得翘个，你着知树啊足重水个啊，食电啊。要填抽水、泵莫打、泵水，这拢很需要的啊！吼、哦，较麻烦你甲顶管农友遐争取替农民发声嘞！吼、哦，拜托你，谢谢。好，安尼各位议员无意见，咱就按照原案通过来。以八号案提案人黄芳兰议员、联署人江梅红、林湘婷、刘雅文、林淑婉等议员，按由嘉义县政府办理村里大调查，效果良好，建请继续办理。办法，大会审议通过后，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
八万，各位同仁无意见，咱就照原案通过。以九号案提案人林湘婷一人、联署人黄芳兰、刘雅文等一人，案由建请县府以北回太空馆外建置一座以太空意象为元素的洗手间，供户外活动之民众使用。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湘婷要补充一下吧。我在这边还是要请，就是我们文化观光局这边哈，要加速一下脚步哈。我们现在大概在周末的时候，其实人越来越多。我看外面的餐车，从过去一台餐车到上个礼拜都已经有到了四台的餐车哈。可是呢，小朋友越来越多，我们那边就是也会遇到休馆的时间，所以呢，变成小朋友他会在旁边就直接就是方便了。好，所以就是随地小便这样子，这样子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环境卫生，造成他们的不方便。所以我希望说，厕所的部分要加速去规划。好，以上，谢谢。好，安尼交付完了，无意见，咱照原案通过吼。来，以十号案提案人林湘婷一人、联署人黄芳兰、刘雅文等一人，案由建请县府规划装置北回太空馆之灯光艺术，以灯光衬托太空馆之特色。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十号案若无意见，咱照原案通过。以十一号案提案人林湘婷一人、联署人黄芳兰、刘雅文等一人，案由建请县府依社工师之学历、证书、职业执照，给予社工加级。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啊，这条你要补充无？湘婷，包交冇？啊，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来。以十二号案提案人林湘婷一人、联署人黄芳兰、刘雅文等一人，案由建请县府鼓励并补助乡镇市公所学校设计构筑树木破碎机，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无意见，咱。以十三号案提案人林湘婷一人、联署人黄芳兰、刘雅文等一人，案由建请县府鼓励并补助县内庙宇生命园区建置环保金炉，办法大会审议通过后，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十三号案各位同仁啊，无意见，咱照原案通过。以十四号案提案人林湘婷一人、联署人黄芳兰、刘雅文等一人，案由建请县府加速建置县内公务机关观光景点之停车场充电桩，以提升电动车充电之便利性。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十四号案各位同仁啊，无意见，咱照原案通过哈。以十五号案提案人林湘婷一人、联署人黄芳兰、刘雅文等一人，案由建请县府重视执行校园交通导护作业师。是师生安全安排交通导护训练课程，并为给执行导护任务之师生投保意外险。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十号案啊，无意见，咱照原案通过。以十六号案提案人黄正凯一人、联署人林湘婷、刘雅文等一人，案由建请县府订定因新冠肺炎确诊往生者遗体处理流程收费标准。以解决商家与殡葬业者之间的纠纷，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十六号案，阿凯无来吧？吼，阿不，安怎？你要补充一下？好了。好，谢谢议长。议长，这一案呢、啊，我在那个质询的时候啊，就有提过说，因为那个。收费不一哦，有争议。那刚好那个黄正凯议员提出这个案子哈，我想要请教一下县政府。就我所知，那个县长这边那个那时候质询的时候有请教你，因为嘉义市啊，他们已经有定出一个大概就是确诊者，就是从那个检疫的入殓啊、火化啊、入瓮等等，这个大概他们定的标准是45000。然后呢，而且他们现在就是我上次有跟您说了嘛，希望说因为确诊者其实。疫情这样子，大家也不希望自己是确诊，然后家人又很快在24小时之内要火化，那也希望说我们对于确诊死亡的那个的人可以给予一些补助。那嘉义市这边给予的补助是他们火化的规费4000元不收，然后那个捡骨的费用1200也不收。那我们嘉义县这边呢？
大会主席张议长，还有我们展议员哈，我想这个部分呢、啊，我们民政处都有跟这个嘉义市啊，大概都有协调，那也有结论的哈，我们请民政处长啊跟你做报告。来。大会主席、各位议员好，这部分话我们就是嘉义市跟云林县，还有我们嘉义县标准都一样，就是一般那个尸体处理费是45000，那火化费跟捐骨费用的话，就是最高补助7200，就是整个反正火化跟捐骨的，我们就全部都只要是我们嘉义县民、市民。嘉义市民、嘉义市政府补助嘛？嘉义县民就是我们嘉义县政府补助。对对 对, 對。云林的话就是云林县那边补助。对对 对, 對。有溯及既往吗？有，在有没有火化跟捐骨部分是溯及既往、那另外就是45000部分就是我们就是即日起。就是未来如果又有确诊者的對對對對就比较这样办理。对 对, 對。好 ，OK， 谢谢处长，谢谢县长，谢谢议长。好，安尼咱就也无问题，咱就安尼通过了哈。临时动议吧。临时动议案，01号案动议人戴光忠议员，副议人沈副议长一业、蔡伟杰、叶梦龙、黄荣俊等议员，案由山西产品及糖类食品发达，造成幼儿可能3岁不到就发现近视以及蛀牙症状，请县府提出配合中央现在已经执行政策方案，自3岁起就开启护眼睛、护牙齿行动计划，以维护幼儿健康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严厉积极办理。临时动议这案大家有什么意见？无吼，无咱就甲通过啦吼。来，02号案动议人陈文忠议员，副议人杨秀琴、江明宏、张婉珍、刘雅文等议员，案由新港乡港竹路位于安琪儿幼儿园南侧，短短30公尺，并有2个三叉路口，路面狭窄，险象环生。常造成车祸，建请县府截弯取直并拓宽，以维持交通顺畅与安全。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文章敢要补充者？感谢议长哈，我想吼，这个讲临时动议这案哈，我伫中执询的时阵我有提起报告过哈。我想因为这短30公尺尔。顶悬的迄个凉亭啊，迄嘛拢凹了去啊吼！希望讲咱县政府赶紧伫迄个高区顶悬去甲砍挂，好一条路，伊就毋免阁来挖来挖去吼！阁一个迄路口足矮的，差不多2公尺尔，吼、所以希望赶紧改善吼！这已经讲几啊年啊，吼！好，谢谢。好，安尼咱就通过了吼。03号案动议人陈文忠议员，副议人赖琼如、江明宏、张婉珍、刘雅文等议员，案由位于本县新港乡潭大村加68乡道157线交汇处至大山家具厂段以6斗仔路段至157线交汇处，该二路段为通往嘉义市台塑民雄以桥头桥等工业区之便捷道路，行经之汽机车众多。然又一路面图说行车险象且事故频传，建请技术拓宽改善，以利通行安全。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要个补充无？好啊，大家无问题，咱就通过了啊。04号案动议人陈文忠议员，副议人杨秀琴、江明宏、张婉珍、刘雅文等议员，案由新港从化区东路51产业道路连九失修。路面破损，碎石易滑，请县府尽速重铺，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办法大会审议通过，建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04号案各位同仁，刚才一个，无啊，无咱通过了啊。来，05号案动议人林秀琴议员，副议人陈副议长一月、林香婷、叶梦龙、王芳兰等议员，案由为带动地方发展，建立在新港乡皮子头志宏池设置。水环境自然生态景观教育园区，既可保护自然环境生态，防止地层下陷，并可结合生态环境教育、旅游和宗教信仰形成，以带动地方发展。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来，小金姐，要补充一下吧。议长吼，县长、副县长，各局级者、局长、处长、议员同事，大家好吼。我吼。迄日咱的苏贞昌议长吼来到咱新港吼，就是咧讲咱嘉义县卡云林县的吼，
迄个水吼会烧通，会工程款29万啦吼，3000。哦，咱婚姻关系有水无库，咱家己关系吼有库无水啦吼，啊，就是咧烧通这条经纬口，我一想到，咱新港溪底寮啊，迄个祝鸿祠吼，咱共收几啊十家的迄个土地吼、做祝鸿祠，咱第二个工程要搁做啊，剩差不多2-3个钱也未去领嘛吼，安尼这项工课嘛，咱嘛是。管长会当执行啊，吼，会当做啊，吼。较我去想到讲，遐地主吼，拢会感觉讲，啊，这块土地我咧做，啊，你甲我征收去做祝鸿祠，伊足唔甘的啦，吼。啊，有咧甲我建议讲，是毋是咱吼祝鸿祠内面，吼，第一道做祝鸿祠，过来吼，就是会当做一个关公点伫遐，吼，变关公。第一来。会当连接咱板头村有一个哦铁路，铁路就是安怎，从咱在座这些人拢总也未出世，都有一条铁路。啊，一条铁路是哪？就是早期有人插甘蔗、带糖的甘蔗，就是咱交为咱家己去到北港客糖，吼、哦。啊，这叫做一个文化，吼、哦，啊一个观光点，吼、哦。咱是毋是讲遐来甲整理？哦，啊来带动咱祝鸿祠，吼、哦，啊第二，过来，来咱新港讲要观光的拜妈祖婆，的人口嘛足侪来啦，吼、哦，迄人吼、哦、人潮嘛足侪，过来咱新港，啥物上侪？青菜上侪，青脆的青菜，好食，吼、哦，就是咱中正较咪种，拢是种啊种青菜，你若来遐甲做一个观光点。咱新港在种的菜，咱也当来遐摆摊位做生意。第一观光嘛，那绿色团、绿色迄个步道吼，足侪人摆菜伫遐咧卖，吼、哦，这也当带动予咱遐吼做种菜的人会当去遐卖。啊，若来新港观光也好，拜妈祖婆嘛好，也当做单路吼、哦，啊，做一个伴手咧赶转去，哦，食到咱新港所种的啊，足青脆的青菜。啊！我认定讲，予遐地主讲啊，我迄块土地，予咱的政府征收去做祝鸿祠，我有迄个价值，吼、哦，予因安尼感觉心情会感觉较轻松，予因感觉较欢喜，啊，搁予带动阮新港有生意做。馆长，你看安尼，我想这个计划好吧？好啊，莫。多谢林秀琴林议员吼。我想祝鸿祠主要的功能就是万一闹大水的时阵，当做一个处理啦吼。好、哦、啊，但是有电源、有大花、有空空地皮啊。啊，即马目前为止，当做。啊，你若树啊，甲种哦大丛，种哦花，种哦水，予伊四季3个月都有看一撮花，才水咧开，会带动人来嘛。会使。你讲哦，祝鸿祠的功能旁边还可以有一些附加功能，和社区啦，包括顶个人会当底下运动、休闲、底下散步，我认为都是非常好了，好不好？啊，所以这部分的案，我请那个水利处啊，那就政府有没有相关的水环境计划，会当报，他过来做处理，好不好？哦，那都有相关的啊，咱文化局嘛有相关啊，水利处嘛有相关啊，咱的农业处长嘛有相关啊，安尼咱这的处长，你看这件安尼好不好？局长。农业处长好吧？好，你们应该大声嘞！阮议员同事，哎，观光局长嘞？有啊，观啊，迄个。水利处长好吧？哎，馆长拢好哦，因拢动头好哦。安尼是毋是咱哦？馆长的团队一这项工课落去执行落去做，安尼好吧？好哦，感谢感谢馆长，安尼吼，事实讲哦，我爱讲较详细。咱新港较闽梁的交道，高速公路交道足近的，足方便的啦吼。过来，咱若讲北部、南部、市区佚佗了，感觉因已经吼无爱要来装卡啊，找的空气较好的，咱若来甲做起来，因为坐高铁来到咱，即马真正着阮65岁坐高铁拢嘛半个，要来咱新港观光，兼拜妈祖婆的保庇，兼有咱新港青翠的迄个青菜摊搬转去。这带动人口袂歹啊，吼、哦！拜托馆长啦，吼！啊，团队吼，这项工作会当吼好好啊执行着，啊好好啊做，互阮新港人、甲闽南人，来闽南食牛肉，对吧？
系啊，哦，感谢馆长。嘿。啊，您有啊，各位当然无意见，咱就通过啦吼。啊，各位，咱临时动议吼，啊，各位啊，要提出来，互恁简单啦吼，简单啊，啊，看下有啥物问题话来，来，起立啊，起立啊。哦，啊，简单，咱不是去接顺啦，啥物嘢，咱都嘿，恁看。好，议长，谢谢哈，简单啦哈。哎、欸，那个卫生局长哈，局长在卫生所，你甲反映讲哈，这个接种站的人力不足哈，您了解不？哎，大会主席张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媒体朋友，大家好哈。那在接种站的部分，我们都有授权卫生所在可以请临时人员来协助，比如说在做挂号引导。或者是甚至我们的医疗人员，你要够实地了解一下、哦、我们都可以，因为哈、哦，你刚水上在接种的时候，我来看哈、哦，我们的黄科长黄英哈、哦，在现场，哎，伊底下咧摆椅啊，所以明显我们的那个人力不足哈、哦，啊，你看怎么克服？你们要赶快着手，因为后续还有很多的那个接种站要陆续要开打嘛，对吧？科长排椅子，我们是工作人员，所以我们都一起做。不啦，哎。明显不足啦，恁可别爱雷应应应啦，好不好？好。啊、哦，有没有听到？好、哦，注意一下。还有这个议调的部分哦，中央这边无咧做议调啊，咱嘉义县敢爱去了吗？议调还是会有做一些基本的，比如说有些资料没有填妥的，或者是因为老人家他本身也不会做自主回报系统，所以这些相关的基本资料，我们还是必须要帮他建立好。这样才会有办法进行一些居格单啊，总之哦，还是经费跟人力的问题啦。你我是感觉这两行，你来去后来去搞基层哈，要好好跟他们做一个沟通跟支援，好不好？好，有没有问题？好，哦、好，好，郭子强，那个管定嘛，那个五郎，你刚欢迎讲哦，我们县府有很多就是不用上下班打卡的哈、哦，啊，你刚看这个会不会造成一些那个同仁他们的那个心态上的不平衡？跟议员报告，实际上都会按工作性质的，哎，工作性质啊，是按那是什么区分？没有，就是判断，就是他如果说他写的理由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大概。啊，你们都大概人拢会使写？会使啊。会啊、哦。会使。但是你准的无，都嘛是迄几下。不，就是我咧猜过啦，嘿。对啊，啊，你准的嘛是迄几下。拢会使写，嘿。我是感觉唔是啊，馆长，你们有必要检讨一下啦。好。哦。人事单位再检讨一下，好不好？哦、有些人说啊，规工无快人，安尼嘛是你上班。是的，我们都责任制啦，咱公司来。没有上下班，没有打卡，还其次哦，拢无快到人啦。哦，个人了解嘛，好不好？你看自己去了解，好不好？看是哪一位，我们再具体了解一下。啊，管理哥最好一项吼，伊讲咱厂里最强啊，咱爬去到龙华七楼啊，甲你伫线迄个火车站遐做简报吼，啊，你看你安尼这个。结论是怎样哈？有我喜欢那了哈，难得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建设计划哈，我希望要慎重，好吧？我是当然是爱慎重，是讲已经啊将近三档啊哈。无啦，我三档啦。彰化县县长，彰化县县长，彰化县县长讲啦，铁路高架进出不得，伊要去倒铁机楼啦。好、哦。啊，即马唔知到底去，我唔知影啦。我嘛唔知。嘿。啊，所以我意思是讲啥呢？意思是讲哦，馆长，啊，恁拢大家拢讲诶，啊，结果拢无做，啊，时间到，下金咪下金嘛，啊，走走。没啦，我是要很积极、很负责在处理这件事情哦。怎么样兼？怎么样兼顾到地主的利益，又可以兼顾到水上的发展？无唔对、哦。所以我是用重点心会。无唔对。包括要求那个整个那个金花镇跟市区好好去研究一下法令。所以讲，馆长，你讲了重点嘛啦。要兼顾到地主跟地方的反应，所以我一直跟你报告就讲哦，希望讲建议讲恁吼，会当含要先交地方做个沟通，你唔通规个甲纸上作业做甲做好，结果呢，地方不接受，地主反弹，安尼无意义啊。有啦，都还是那个原本那就是必要程序啊。你是不是能指示一下你们那个金发处跟那个市区看什么时候吼、哦？今仔都六月下旬了嘛，吼、哦，至少你嘛七月底之前有一个定案。要紧啦，都 OK 吗？有啦，都在讨论啦，整个基本上还在讨论啦。定案无啦，不啦，是啦，你一寡物件无用，这个时间表来定啦，无在安尼切啦。啊，你一寡物件我都在安尼切。你唔当这個大平台顾的，甲你哈，你下任呢？我下任个几个月呢？我啊，你无爱去做啊吗？无爱算啦、喔。算，敢若有了提名了呢？嘿啦，无你讲个几个月，啊你后头。啊，都要几任都要四五个月。啊，你唔是啦，馆长。
我是感觉哦，那个时间拖太久了啦。说实在话，哦，就是讲我感觉讲重大建设还是要把它想清楚啦。讲实在话，是比如伊看讲哦，遐塞车的情形，不是要去，让你去遐做简报。我听，我听。做简报对阮来讲都无已经贵啊，从张县长做到今嘛，哎，要倒退去咯，也讲啊，啊都也嘛无啦，好不好？七月底啦，好不好？好啦，这袂当安尼讲啊，逼时间啦，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讨论啦，好不好？好不好？时间让你讲，把这下讨论啦，好不好？还没讨论多久啦？有啦，啊，就拢有在研究相关的法律方面啊，处理又好势。你那咧，拢咧，拢伫遐咧，伫多说明啊，我懂。啊，你都无一个定论啊。啊，你我嘛是最想人嘛是遥遥无期啦。不会啦，公共建设已经启动，就是已经开始在讨论，是的，不过就是拖太久啦。不会啦，哎。好，来，李玲好。谢谢议长哈，伫遮我要提出两个迄个临时动议提案啦哈，就讲对。你要提案吗？临时动议，临时动议。临时动议要提案吗？嘿，临时动议，临时动议。你无做资料，所以讲你即马要提案。迄个针对就讲咱嘉义县哈，县长伊讲个农工大县第一就讲，我要拜托县长这边啦哈，我提出讲是毋是会当伫阮民雄工业区设一个公托。因为吼，这两个工业区已经拢足成熟的呀，吼，劳工也真多，上班的人口也真多，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又少子化，是不是为着吼，这些家长吼方便放心上班，伫这个所在吼，希望讲县长促成咱这个工业区吼设立一个公托啦，吼，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来，一个就按来，你要提案，啊，咱副议各位议员若无意见，咱就甲副议吧，吼，好无？啊，好，就安尼下啦，吼。第二个就叫关于农啦，哈。这个方面我唔知讲最近，因为咱这个公牛咧收啊嘛，稻谷拢收成啊。今年的稻谷收成是拢减少，但是价格拢无提悬嘛。所以伫真侪所在，尤其是阮闽乡，拢是种稻谷的上侪。因为你提起啦，讲这什么农委会四选三政策啦。管理你敢知影四选三政策？知嘛吼？伊即马因为四选三的政策造成地方足侪农民，因为有交公粮，吼休耕有补助，无交公粮休耕无补助。但是伊个天然灾害要补助嘛是爱有交公粮较有补助，敢是安尼？好，所以伫只我讲这个政策上，因为农民伊感觉讲伊对伊造成足重大的影响。所以要拜托咱的县长哈，就是讲甲中央，是毋是这个四选三这个什么政策要改啦哈？第一就讲，你四选三你休耕，你有限制，你耕作偌宽，休耕偌济无？啊是讲你都耕作凊，你都只要你有耕作，凊彩你休耕一点啊，我嘛会当报。好，我想应该最近那有真侪农民应该欢迎嘛，处长，农业处长。哦、所以对于这個，我感觉讲，这农民都足辛苦啊。那政策搁甲农民绑掉咧。哦，所以，宜玲，你这个案，你甲补，你拄只迄个案甲这个案，你补出了来啦。啊，咱大会先互你过，你搁补出了啦。好 ，OK 啊，就是拜托。你甲咱艺术组，你搁补临时同意的资料出来啦。好，那这个案子又拜、那个野县长也拜托你了哈。哦，啊，咱大家议员啊，要甲支持，咱就接啦，通过啦，甲复议啦，吼。来，婉珍。好，谢谢议长。我们在建设处这边想要请教您，处长，我们那个八处长，你是要建对处建设处？建设处对。我们鹿草啊，三角村那个八掌二桥啊，目前进度是怎么样？我想提醒您哈，105年4月的时候，那时候台南市长赖清德。就是他来到那边的时候，有说那个桥，因为昆冰贝你知道吗，在那边有车祸过，车寮沟有车祸过，所以大家重视到那个桥，就是太小了，好、哦、往来那个嘉义鹿草这边到那个台南的车寮那边。那106年的时候，其实县政府这边有去会刊哦，好、哦、跟台南的那个议长赖美惠议长有去会刊过，当时有提议的哈、哦，因为。南桥北管，所以希望说我们嘉义县政府这边提出生活圈的计划，6亿去争取经费。那在我查了资料，108年的时候，我们嘉义县政府这边那时候是林聪立处长，我开会的时候有问过他，我们有200万的经费在做规划费。那109年的时候，10月28
那个顾问公司有到那个鹿草三角村那边去办协调会，当然没有通知我啦，我就觉得还蛮奇怪，我关心这一案就没有通知我去参加，我是事后才知道的。那我想请教您目前的进度呢？我们经费有要到了吗？那个大会主席张议长还有那个各位议员哈，那个张议员你关心那个八掌二桥部分呢，说实在我们这个规划已经到期末，已经那上个月也跟那个台南市政府开过会了，是哦，那原则上是没有错，是南桥北馆，那可是经费哈，他们愿意跟我们各出一半，啊、就是配合款，好、哦，可是他们有提出来，就是你知道那个哦，表下他们十几年有做到那个有个外环道嘛，他是希望我们引道能接到那边，他也要拓宽嘛，所以我们这边整个计划可能在上次的会议的时候，跟公路总局那边也提个建议，就是我们的这条案子延伸到他们的外环道那边，所以经费在增加。好、哦，那这个原则上我们这个差不多出估有七八亿以上的工程经费啦。那现在我们应该是整个就算是有又在重新提报吗？对对。就是我们有他要到我们规划会，那我们规划差不多已经成熟了，那这一段增加的经费我们顾问公司再整理一下，会提计划是到公路总局争取整个工程经费，所以是由公所再去提报就对了，是吧？公所有你说公路总局，因为这个是公路总局，对对对、嗯、公路总局，因为我们所以大概要多久？因为这从105年讨论到现在了，是没有错，因为这个经费，然后再给您一个建议哦，就是说我们那边如果在拓宽的时候，是不是针对附近的景点，因为桥如果可以做成一个景观桥，然后附近的景点也可以当一个休憩的空间，你懂吗？就是延伸附近刚好也有一个休憩的空间。嗯，管电我嘛是不可以怎样吼，老超真正拢无发电嘛无关公的所在。如果刚好那边又是在八掌溪，又延伸台南跟我们鹿草这边的话，或许也是可以当成一个观光的景点。清水公园其实都可以做参考，都可以做规划的。我想既然要规划，就一并规划进去这样。这个我们也努力了，可是公路总局它是针对道路部分，其他景观可能以后它可能没办法补助这个东西了，没关系，就是我是说一并规划嘛，好不好、okay、就是这个是我提出的建议，是好、嗯、然后再来，好，处长谢谢。再来那个昨天是农业处那边失火，农业处失火对不对？那个天花板上面有电线，对不对？刚好是中午休息时间，哎对对，那我这边吼想要一个建议哦，如果今天刚好不是中午休息时间，是下班时间的话，让管建户休息啊呢。然后管政府是要甲你建议一下吼，咱逐当拢有平经费，我知影新民省县政府维修都有经费，县长官邸也都有维修经费，尤其每年要换一届换县长的时候，那个经费又变得特别多。县府员工的那个生命财产安全，还是他们的上班环境，还是要注意啊。因为我看到那个报道，我觉得太夸张了。中午然后天花板失火，他们在台北上班呢，然后大家上班去踏会呢，啊不，那其中维修的钱，那管政府咱唔着搁顶起。这一点要注意，就是你们一些电线啊，那个行政处这边要再注意哈、哦。包括说，其实像员工的餐厅、地下餐厅，我记得之前有编列经费要改善那个餐厅的环境，我不知道现在改善的怎么样。那我希望说，你们可以把施工前、施工后的大概整个进度成果提供给我们，因为我觉得员工的用餐环境很重要。还有就是说，昨天失火的问题，那个电线啊，或是冷气设备啊，都请你们在。要求一下好不好？就再重视一下。好，大会主席、张议长以及感谢婉珍议员对昨天我们办公场所的一个关心哦。那我大概报告一下，是昨天因为大概是12:20左右哦，那因为原来既有的空调啊，其实我们都整个已经更新，那加上我们的所有的管线，其实我们都是有定期的在。那为什么会失火？检修维修。那最主要是因为送风的马达，它原来的空调哈、哦。既有的有一个二通法的一个控制线哦，那它控制线它是没有在使用，那因为它是用那种比较老旧，所以它的皮是包在好，没关系，包在那边，然后跟马达碰在一起，所以对你们这样引起的。这个细节其实、对对，那我们不需要知道，只是说希望说你们可以整个。好、哦，就是再检视一下，好不好？是，谢谢。因为我觉得这个听着还会再夸张的，对。好好，谢谢议员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之前不久上星期 K 靠那边有那个猪只被电死，好、哦，太阳能光电。然后经发处长这边，我想要请教您，后来那个猪只整个被电死啊的情形，到底是什么原因？大会主席哈，那个张议长哈，那。感谢张婉珍议员对这个我们那个畜牧场的一个关心。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个鸟哦，
误触到那个台电的电箱，所以就造成这样的情形。然后那个电哦没办法输送进去，所以就爆炸了，然后那个猪就被电死了好几百头这样。对对对。好，那现在我们各个学校也都有在弄太阳能光电，今天刚好是那些猪比较无辜哦。那现在我们各个学校也都有太阳能光电哦，可以重视这个问题吗？即摆是囡仔你来对哦。我要强调一下哦，是那个台电的电箱。我们据了解不是对啊，所以跟太阳光电不是有直接关系，没有都是嘛。所以今天我们太阳学校各个学校都有装太阳能光电，对不对？这因为这一场跟太阳光电没有直接关系，它主要就是那个电箱爆掉。对啊，不能也是一样，所以猪才会电死嘛。那不然的话，电箱在外面跟猪什么事？这个跟在畜牧场里面什么事？还在那今天我们学校里面也是有太阳能光电，可能孩子、学生、老师都会在那边活动。我只是提出这样的建议，我有在想，就今天刚好是因为那是猪，可是其实也很可怜。可是如果今天刚好又是人呢？好不好？就是你们还是要要求这一点，我们在施工方面还是要要求这一点。我觉得安全真的很重要，好不好？当然。好，顾及绿能环保，可是我觉得生命财产安全最重要。是。好不好？好，谢谢处长，谢谢议长。地长呀，部长，政务处长，假如文正在讲，你讲你是有实际上你了解无？你讲底下电视，那是有实际上了解无？对。你讲讲迄落，讲什么拢互鸟啊去拍着电线，甲漏电安怎？啊，甲停电，拢含中央讲的拢同款，拢塞互鸟啊动物。你到实际上了解，迄有相片啊，迄种熟悉啦。你实际上去了解看嘛。啊，即摆吼，即摆是请第三方公证单位吼，他在做实际上的原因调查。啊，那个实际上我们都有去看过现场嘛。哦，啊，那个迄种有相片啦，迄种熟悉啦。关键哦，我请教一下吼，咱去年度我记得迄疫情的关系，咱家己关有用一个什么振兴五倍券嘛？有啊，开咱伫对家检开1497万的款，到尾15000，啊分哦4局处嘛，哦你政法处敢6000嘛，农业处4个案，啊文新闻行销也有，啊个观光的部分，拢共有4，加起来，啊唔知了执行了成果安怎？因为我看伊个恁执行的截止日期。有的到正个，今度正，后到三个，后到五个，结果成果唔知安怎啦。吼、哦，我希望讲，伫后一会期，吼、哦，咱临时会的时阵，即四局处，吼、哦，四局处，那看恁进党这边好嘛，吼、哦，看成员安怎讲一下成果报告一下。好。就好个安怎？请他们准备来跟大家大会做报告，哦、好吧？好不？好。咱临时会。哦，我看是临时会，请看一个时间，好。哦，啊，无你钱开了，效果唔知安怎嘛，唔知。哦，因为这牵着着后壁，今年度要较严重。哦，今年度这疫情要较严重。哦，啊，所以你嘛阁开特别预算7800几亿落来。台南市，哦，因为市长遐嘛开了15亿，阁落去振兴什么六大方针啊、八大什么振兴方案。啊，嘉义县的部分，哦，咱嘉义县的部分。你唔知道什么想法无？今年多，你有想要怎做？啊，范围都包括。主要还是在观光的部分呢，哈。那观光涉及到，当然就涉及到餐饮哦，涉及到相关的游客到这边的消费哦。所以观光基本上是怎么样吸引外地人来这的时候，在做总体性消费。那上几次的那个振兴方案里面，观光所做的一些方案，基本上效果都还不错，所以我们就继续会去支持观光的方案。让外在游客到嘉义来做相关的消费，但基本上会把它列为重点。对对，是观光。对，啊，还有其他。那其他的部分大概是有一些县政府可以掌握的租金的部分呐、大概我们用减半或者是这个打折的方式来做相关的处理，那应该也会去做这个部分让大家减轻负担。我是想讲，去年度执行了成果唔知安怎啦吼，今年度我相信。管政府一定买个雷，有我们大概会去年的部分去做一个检讨、那好的效果的部分我们继续维持，所以给你关的，那有一些状况不是那么好的，我们就知道，当时是不是错估或是整个的基本上是有问题的哈，
那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剪下来，就不会再继续支持这样的方案。好啦，好。那我相信，你今年都要做的时候，钱嘛是爱送议会，还是议会审查。也不看过哦。对对对，别啦。上来加红。还有议会审查，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我相信你一定该支持。好，多谢议会。一定要该支持。好。好，来，子文。谢谢议长和副委同仁。我们处长兼处长，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们知道说文殊菩萨嘛哈，是智慧佛教里面四大菩萨之一，是智慧的象征哈。那所以要考试要去拜文殊菩萨，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在交通类别里面有一个叫做反光镜菩萨，有没有听过？你身为交通业管主管，这方面我没有研究。没听过。文殊菩萨我知道，那个好，文殊菩萨也知道。反光镜菩萨，好，这个是有一个阿伯啦哈，叫做张秀雄，他住新北的，他就是这九年内哈，他就发愿，他因为他有一次开车在一个路口看到一个交通事故，然后严重事故当事人死亡，好，然后他就觉得说那个反光镜很重要，好，所以他在这。他六月初离世了，这两天的新闻而已，我看到我就突然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九年内哈，就是全台湾各地这样子插了190,000片的反光镜，好，那这个是民间的自己自愿的嘛哈，去做这个反光镜维护。那我想要问你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嘉义县的这些反光镜全部有几片，你知不知道？你应该超过10,000-20,000片，我没有统计，至少超过10,000-20,000片嘛，对不对？至少。那我们设置之后。有没有在维护管理？我们有在维护，可是可能没有像还是说事后不理。有在维护，只是可能那个就是频率的部分，可能没有像这个哦。怎么维护？你告诉我怎么维护？就是一年内哈、哦，半年内就去清洗一次啊。谁去擦？我们就是委外那个厂商去擦。我们有这个机制就对了。对，可是频率可能没有像这个。你确定吗？真的有吗？有吧、有按按、啊啊、什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标案？服务是劳务案。那个就是一年多少钱，然后怎么执行，然后怎么检，怎么去查核？那个我们经费，我记得经费不多了，哎呀，对，所以说那个频率就不比较没有这么频繁了。在山区的哈，因为山区你知嘛，就是那个在弄的大雾嘛，所以其实那反光镜其实做到卡，有这车底啦哈，是讲有诶无诶垃圾派垃圾物啊嘛，所以我即卖就意思讲，其实我嘛看到一个反光镜，其实。明明有采光反光镜，但是规地拢生锈，像有点雾化啦，哈，是讲卡生底，那啥物啊，是讲已经去刻者已经无反光效能啊，所以这个我就想要问你说，我们有没有这个机制在处理这个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们这里没有反光镜菩萨，但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这个反光镜菩萨的功能。那个报告议员啊，这个有关这个反光镜这个。照度的问题哈，就是亮度的问题啊。我想我们再来做检讨，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们有画报，这个是频率可能是没有。对，你要提出一个办法哈，然后常年的编列经费，希望县长也要支持哈，然后让这个我们的反光镜，因为很多人开车其实在一些视线不好的路口，我也常常在受理民众反映增设反光镜嘛。好，那这个反光镜的功能哈，一定要让它。能够实现，好，能够真的帮我们增进交通，所以你要去设定一个这个机制啊，好，然后配套的经费，然后定期的去维护，好，那我们没有这个反光镜，张秀雄先生嘛，菩萨嘛，哈，帮我们擦嘛，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我们公部门要承担起这个工作起来。是 ，OK， 好，谢谢处长，我再问一下，那个，光局长，请问一下，哦，那个副座是。我们现在仁义潭啊，我 前几天台北一个朋友来哈，带他去吃饱饭去仁义潭那个大坝走走，哇，好多人哦。然后，那里也有街头艺人啊，或是民众自娱娱人啊，在那里唱卡拉 OK 嘛。你有没有概念？有没有去过那里？有看过，也 有概念哈。对。啊，那个大坝，这个仁义潭是3.66平方公里，那个大坝是1500多公尺啊，所以很多。游客也好，或在地周边的居民都会去那里散步哈，来回这样走动散步。其实那个地方算又湖光山色，我看到好多的这个摄影的爱好朋友啊，哦，每天都去那里，早晚在那边
驻点啊，哦，就天还没亮就去那里趴着准备摄影，哦，然后拍那个湖面，然后倒映远端是我们的中央阿里山山脉，中央山脉，哦，这非常的漂亮，尤其是晨昏的时候，哦，那个色温比较低的时候。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仁义潭现在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属，我们是不是县府公告的一个风景区或风景特定区，是吗？大会议长哈，还有各位议员，那个回答一下那个议员的提问，就是仁义潭的风景区，目前其实那个区域因为它是水资水源的部分，所以目前都是由自来水公司还有番路乡公所他们来进行一个管理这样子。当然了，每个水库都是水资水源保护的功能没有错啊，但是也有很多的水库肩负着观光休闲的这个发展的机能嘛。那现实上那个仁义潭瀑布也是非常的漂亮嘛，哈，然后也是有也是我们文管局自己有官网也有推荐的一个景点啊。那我现在问说它是不是一个风景区？对，我是说你们公告的风景区，又不是说我们认为是风景区就风景区，就是县府公告的一个风景区或风景特定区，这个是一个有法律位阶的一个名词，哎，之前仁义潭的风景特定区是属于经发处的。哦，风景特定区是经发处，所以规划对。哦，所以仁义潭现在是风景特定区吗？对呀，是处长是这样嘛，哈。OK， 好 ，OK， 那个副局长请坐。谢谢。我现在问一下县长哈，其实仁义潭它的区位非常好，好，它这个潭情路一连就是台18。对不对？然后台山县、嘉义市、嘉义大学，哇，这个交通，然后通大雅路，还有环湖公路，整个交通的连结非常的，就是机能非常好。那仁义潭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哈，我觉得，能够嘉义好山好水嘛，哈，啊，仁义潭你去到山上，你看下来一个绿，一个会反光，哈，对，这个漂亮的一个湖泊，就是我们的仁义潭嘛。那现在仁义潭它的观光到底你们是怎么样去定位它，然后有没有一个整体的配套去发展仁义潭的观光，带动番路乡的这个观光发展，还是说环境营就是一个水口嘛，还给水资源局自己去管理就好了。那个地方实际上慢慢已经自然形成大家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对啊，就大家会去那边想要下面散步，它的客源一直很稳定，不只有 外地人也有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风景区的一个相关的规划跟计划了。那现在目前为止大概很多都在做检讨，对，那环路乡公所也有提供一些建议，我们作为风景区计划有些东西。那我们现在有相关的争取，这部分是不是请经发处来说明会比较清楚？比如说把那个商贩区啦、停车区啦、油气区啦，把它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整理，有没有？大会主席张议长，还有我们何议员，感谢何议员对仁义潭风景特定区的一个关心。那最近我们仁义潭风景特定区这边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另外一个就是公共设施专案检讨，就是那个专案通检。你这个是属于土地利用的部分嘛？对对 对， 对， 对。但是有没有相关的经费在争取中，要来做相关环境整？你说呢？做设施的部分，当然还是在文化观光局啦。那我们就是就以土地的利用的开发，对，做一些检讨。检讨。对对对。OK。重新整理。好，那我请问一下，这个水库本身啊，它是不是可以？其实是可以申请来，就是管理机关，就是水库的管理机关的许可来做，尤其是配合这个风景特定区的这个游区的需要，来做游船的设置。嘿，不要多啦，那个没办法，我弄清楚过啊啦。想不要多，因为我有水务哈，我们跟县政府啊个对对啊，我们拖多少钱就没有办法。就是在跟县长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嘛，哈，就是说依据我们的水库蓄水范围使用管理办法里面，好，这个是那个全国法规资料库里面这个法条里面，其实它是可以申请游船的，然后他又，我刚刚又确认说，他其实如果是一个风景特定区，在他的第七条里面，他是写说，蓄水范围位于核定之风景区或风景特定区或森林游乐区者，管理机关为配合观光游憩之需要，好，然后对于垂钓啦，好，或者说其他的，比如说
游船什么之类的一些业务，它是可以跟管理观光管理机关好，然后去协调，然后划定范围，报请主管机关同意后委托管理之。叶永涵，这个有什么法令的限制吗？涉及到法令的问题，我看请那个观光旅游局那边去就一眼谈的这部分去研究看看，去研议一下，研究看看，好吧？我这边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先前这个仁义潭风景特定区哈，曾经被这个营建署这边哦改成水质水量保护区。本来是把它变成保护区，那保护区的话，很多土地变成不能去动它，它会变成有一些保护区的土地哈。那后来是我查过去的资料，如果是太阳能、绿能的，就是我查过资料说，后来我们县议会啊曾经就提案说这个要求说不能把它变成这个保护区，这样土地全部会被绑死，所以才又争取回来恢复为那个风景特定区哈。那但是就是中间就是会变成说。里面还是要有一些做环境保护的这个要求在里面，就是一样它是水质，但是现在的技术跟科技的发展，其实它不一定是相油气跟保护不一定相违背啊。像乌山头它就有绿能全绿能的那个游艇啊。对，那我们现在就是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啦，它都进一步要应该。有什么新的科技？OK， 我是觉得说那个绿可以引导入绿能的这个游船哈，然后在晨昏的时候，其实景色非常的漂亮，可以在法令上面再看看如何去解套了哈。跟县长建议一下，其实这对仁义潭的观光其实也是有帮助哈。然后如果我们中央有对应的计划，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仁义潭周边哈一些，比如说商贩区，好，然后停车区。相关游客的油气的空间，再做一些整理美化，这样子，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未来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宜兰的东山，然后桃园，然后还有这个新竹，他们都有常态性的办理这个国际风筝嘉年华或风筝节。那我们这个一个这么长的，我们中南部好像就比较少有。这样常态性的这种风筝的亲子同游的这种节庆了哈，那这个题我刚刚讲这个大坝其实有1525公尺这么长，然后其实以前我也看到很多去那里用那个竞技的风筝，哦就是那个风就是要很多线一起拉的那一种，那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研议说在这边这个湖光山色这么漂亮的地方，那这么长的一个水岸哈，然后一个堤坝。是不是可以来办相关的风筝嘉年华的类似的活动？好，然后提倡亲子游乐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环境嘛。好，是不是让那个文管局来？好，你们也纳入研议一下，好不好？好，然后下次那个临时会的时候，你之前再跟我们报告，我们再讨论一下。好 ，OK， 好，谢谢。来，邱金姐来。我即马吼要甲咱迄个县长啊，甲水利处长吼讲一下啦吼，因为我毋知影水利处长恁科长昨昏当伊有甲你讲无？昨昏我有去会勘啦吼，就是咱南港菜园迄个六卡排水吼，算吼，迄个东西已经做来到因遐差超一公里，伫中无做，伫中无做吼，已经有放弃。咱就用迄个太空包去甲吞啦，你甲吞伊，若水大水来，就是迄区田淹面，过来就是讲迄几间厝拢淹甲吼，到脚骨后仔安尼啦，是毋是一公里尔？咱为伊十升来甲做起来，吼，伊迄区田吼，我去甲会勘两届吼，拢无咋种植，田地嘛一定拢放落，安尼。来，副处长你。大会主席，张院长，那感谢我们林秀琴议员的这一个提问。那昨天，我们跟议员报告，我们处长因为身体还是有不适，所以由我副处长来代理。那昨天科长是有跟我说明这个议员关心的这个事项，但是六角排水它要整治的范围蛮长的。那议员的提出的这一个的建议，我们还是会提出来这个治理计划，提报到水利署来争取这个治理经费的争取。但是它的范围还是委员都会希望我们从下游来做上游的治理，但是我们来努力看看，但是可能还是会有它的竞争型排序的一些问题的困扰啦。好，先跟议员做一下说明，这个我们还是会做努力。以
上。因为我是感觉迄个房间的吼，物业爱心甲做起来啦，吼。啊，你若讲暂时即阵经费吼，啊，咱来个进行也袂当讲随会当做。你个太空包一放落遐吼，爱加去甲吞一挂，无伊若大水来嘛是淹物业起来。伊个吼有两爿嘛，六骹排水有一爿一直放落，一直放落，一爿人有咧吞物件，一直吞落，一直吞落，放几爿。所以恁个课长吼，昨水利处有去会勘，吼、哦，啊，伊当下你甲问较详细，哎，我有翕相当伊啦，真房啊真严重啊。有这一块，我们会找这个比较紧急应急的处理来做这个安全的加强防护。在治理工程还没有提报之前，这个安全我们会顾虑到，而且即马阁是雨季啊，啊，伊则关心的这重点其实是足关键的，啊，我们会来积极来处理，跟伊做报告。哦，好啦，麻烦啦，关掉了吧。先抢修啦、哦。我来给完报告，实际上六角大排一直是在我的主管汇报里面是列管因为上次的大淹水啊，确实有造成足侪灾害哈、哦。那后来小英总统你看，规座拢共用太空包底下，我知。底下吞尔。那伊每条咧六卡排水二十几公里哈、哦，实际上足长的哈、哦。超过一公里。足长的，啊，所以你到多少你嘛有咧提我看哈、哦，就讲、是、整个大概六级会勘哈，那我。实际上，水利处大概针对六角大排有一个专案，专门在做处理。但是中央今嘛目前为止，前瞻的钱已经无遐济，所以没有办法有多余的经费，会当加速伊的修理哈。所以这部分我想，既然大多阿列议员讲，因咧毛去会勘吼，我在看水利处能不能去中央，能不能伫即个争取一寡看因的结义款啥，我都来到处理一寡工课无，好不好？哈。咱会当分做两段啦，先甲修理吼，伊会当袂入水，搁放落。啊，咱甲讨一个吼，会当为中央吼讨专款来甲做起来安尼啦。太空包，就讲先救急的部分、应急的部分，看变哪处理啦，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好，好，谢谢。来，有将要讲一下。啊，谢议长，那个劳驾那个县长一下，好不好？啊，馆长，潘小姐。馆长啦。馆长啦，嘿嘿。嘿县长，我有个建议哈，那个我们现在那个大埔美很多观光工厂要运营了嘛哈，接下来那一天那个地方有在建议哈，就是说那个我们园区里面是不是有个可以盘点出一个地方，看是我们的公共设施用地也好哈，可以让我们在地的农产品以后如果在那边整个。包括游客很多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在那边做一个在地嘉义农特产的一个平台，一个推展的一个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大埔美的这个可以研究看看啦哈。那实际上像文管局他们也会向全国各大工业区啊，包括像科学园区哈，好，他们都会跟他们湖委会合作，把我们的伴手礼啊拿上去做相关的行销跟推销跟业者。那像过去的效果都还不错。对，因为他们就是最主要是那个地方的区位条件很好，就是下交流道就到了嘛。那现在里面很多有很漂亮、很有特色的观光工厂，就大概我的推测，大概在下半年的陆续就会好、哦、开始营业。现在问题是，要紧去看卖好不？会当设不？哦，这那个能不能设啊、哦？那到底要怎么设？对了，就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公共设施的。对，然后你这个观光工厂，然后一出来了，我们没关系，这要好讨论看看。这个动线去排一下啦，看哪个盘点是说在哪个区域是最好的一个点，好不好？好，你们再研究一下。好，谢谢。好。好，啊来，咱，啊那你别个讲啊，来，我讲哎。好，那个谢谢议长，我请教一下。县长哈，我们这个蔡总统在前几天哈发布了脸书，针对这个中国片面就是禁止进口这个石斑鱼哈，这外销中国哈，那他在三天的时候就发了脸书，做了一个图卡，上面写一个标语叫做“吃石斑挺台湾”，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现在哈，连吃东西都要有爱国心哈，这吃东西吃起来也是压力蛮大的。好，那重点是说，他讲到说中国哈、哦，
违反国际规范片面暂停台湾石斑鱼输入了哈，那他常常这样突袭性不成比例的这种贸易禁止措施，其实是对两岸的贸易其实是不太好。其实我们也觉得蛮遗憾的哈，也是蛮关心这些对农业啊对这些渔民的冲击。那他其中提了一个四个应变措施，四大面向来降低风险哈。等一下我们讨论这风险的问题。他说要开辟多元市场，投资冷链设备，提升加工技术，开创多元产品，给农，还有再一个是给农民渔民及时的协助。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前车之鉴嘛，包含释迦，包含凤梨哈。那我们这么多的农产品的外销，好，你当过农委会副主委，我们嘉义县又是农业大县，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农产品是就外销到中国去。那我想就是就这个议题跟你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光这个石斑鱼禁止输入大陆的陆，哈，我们嘉义县有没有什么冲击？我们有没有相关？因为我记得我看那个报道有采访一个嘉义县的业者，那我们嘉义养石斑的不多，哦，所以这个我们嘉义县是还比较没有太大的冲击。石斑在嘉义县不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养殖啊。龙胆石斑是外销哪里？龙胆石斑，因为我不是海区的。做大尾的，一般来讲，龙胆石斑。龙胆石斑拢饲到做大尾啊，迄都咪咱的。一般伊咧是啥物两九班啊？一般两虎斑还是啥物？这乡民同议员总关心咩？这可能要问农业处比较专业啦哈。但是我是曾经在当农委会副主委的时候，曾经我记得有一次寒害哈，龙胆石斑死很多啦。对，那龙胆石斑。哦，那个都在那个岸那个鱼塘边那边发臭啊。拢饲三档至五档，还有活多。对，那龙胆石斑，我们外销比重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国内吗？还是外销到大陸？这个部分可能比较专业，可能要问农委处长，好吧？简单回答一下。张议长好，各位议员好，议员在关心的这石斑的部分，其实嘉义县并不是主要的产地了哈。对，那我们那龙胆石斑是吧？不是，我们大概这边我们产地可能就是以秧苗那个苗为主了。啊，我们有没有农民受到冲击？不多，龙胆石斑大概是也是以总体来讲，台湾是不是也外销中国居多？没有错，大概整个市场大概是以中国大陆为主了哈。不过现在有拓展了，像有一些像香港啦，还有一些像我们的日本，也现在逐渐这个比例在拉高。OK， 那我现在来问一下处长，那个县长注意听一下，嘉义县哪些农业产品是以外销为主，而且外销的比重大部分就是可能过半，甚至高达像报道就写说台湾石斑鱼九成销路，我们嘉义县有没有类似的农业产品？没有，所以我们就是没有主要销售大陆的农业。我们销售大陆也有啊，但是没有所谓像比例占那么高、啊，比重这么高的没有。那我们外销的有哪些农产品？你像农产品，像我们的要有量，而且常态性呢，不是说我们。对啊，我讲的像我们的凤梨啦，对，哦，那我们的有一些石斑鱼啦，这个是大概都以美国那边市场为主。那当然，这原来香港这边也有。你说石斑鱼嘛？对对对，还有一些什么市场？那个美国市场，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这个占我们嘉义县产量的大概比重大概几成？石斑鱼比例就是我们石斑鱼、鲈鱼这些都有一些外销啦。石斑鱼、鲈鱼，我们都有一些做一些切片，一些外销是多少？因为我看了这个问题，我回来想想我们嘉义县是，哦，那个我们发现台湾九成的石斑竟然是外销中国。民进党执政六年了，以前就大家一直提醒说，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我们嘉义的生产农，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规避这个风险？我们当然，我们嘉义县的农渔业的生产的环境跟其他县市比较不一样嘛，哈。我们量能不像好，你说凤梨啦，或是像这个石斑类，都是他们我们凤梨不是也是在全国生产的总量里面，嘉义县不是也占大宗吗？我们大概1500左右而已啦，我们大概排第四、第五啦。而且产季就是从屏东一直上来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些东西我就问说，处长，我们现在嘉义县有哪些产品是以就外销的比重占我们在地嘉义县产量的一半以上的有没有？我们大概外销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量比较大的哈，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凤梨啦，哈，对，这些我们嘉义县种的凤梨一半以上都外销，可以这样说。也不能说一半以上都是外销啦，就是说其实我就是要跟你说，确定说，其实我们的通路在跑，嘉义县哪些农产品是外销为主，而我们有没有进到，
哦，我的问题就是重点就是这里，我们有没有尽到分散市场风险的、這個？当然了、啊，我们作为一个县政府，有没有做这个调控、啊？我跟议员报告一下，是说，请像我们的水果来讲的话，你像我们外销都有，哦，你像柑橘类这些也都有，哦，碰柑也有，哦，那实际上我们整个通路，你像碰柑呢，有新加坡，有加拿大。还有沿海这边香港这些都有在通路，其实市场上贸易商其实他们在做这些所谓的这一个市场通路，本来就分散式的。我们嘉义县如果有一天对岸把我们什么台湾的什么水果禁止输入的时候，我们嘉义县不会有类似的。我跟议员报告哈，农产品的大概区域性，你凤梨，你说今天外销上面，如果说中国大陆像我们之前阵子来进的话。有没有影响？加现在有影响啊。我们其实台湾就是一个岛型的一个生产环境，任何产业彼此都是有关。你说屏东的凤梨有影响，我嘉义凤梨没有影响吗？一定会有啊。对，哎，这个都有关联性啊。嘿，那所以蔡总统讲的那四个工作，你们怎么有没有做到一些什么样的绩效出来？那当然了、啊，我们就是说，开辟多元市场。我们有没有在做？我们本来就有在做。县长其实在我们疫情之前，你在这里要确定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嘉义县的农产品不会，我只是讲嘉义县了、啊、我们就因为我们在这里就论嘉义县，我们不会遇到说，哎、欸，中国突然禁什么东西，啊，我们就哇，唔知被产品被卸啊，被休息啊，唔知被消去对。我刚刚提到是说关联性，但是我们不能从单纯嘉义县，单纯嘉义县的产品，因为你说国内还是会有一些联动啊，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啊？是一个区域性啊，是全球岛型的啊。对啊，那即使这个联动，我们也要因应啊。那我们都有因应啊。你像我们以凤梨来讲的话，那我们今天现在是说，哎、欸，我们有分散的国内外市场。那有一些像本来国内市场占比那么多，我们有一些跑到一些以前那个大通路我们吃不下的，像全联家乐福，我们都往那边去了、啊。所以我们是不是站在县府的立场，我们可以确认或保证说，哎、欸，如果中国突然进什么东西，我们嘉义县的农民应该是还是。我们站在有通路有销路的。我跟议员报告一下，我刚刚一直强调是说，我们台湾农产品岛型生产就是一个有关联性的。对。哦，那我们不能跟你说百分之百。所以我说你在考虑到这个关联性之后，我们可不可以？我们都已经尽力，就是我们现在嘉义县政府在帮。帮农民就是很找了很多的通路，你像我们现在找的这些国内外的通路。那总统说的投资冷链设备提升加工技术嘛？对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在推啦，也在推。对，啊，开创多元产品，产品多元化。我们有一些像一些开放一些新产品，比如说原本有些比较量能是要比较多的，是转型种其他，能不能有这种这样子？我们也在推啊。像我们的极光，我们番茄本来小果番茄就那么多，那我们转种极光、或是其他的瓜果类啊。所以我们这个应变的速度还是可以调节，还是可以。当然就是都是短期作物啊。OK。嘿嘿嘿。好，那我只是在这边，就是因为最近这个石斑禁止输入的问题，大陆的路哈，就是也是提醒我们县府哈，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农业县，我们这么多的农民哈，那也很辛苦，付出他们劳动力，看天吃饭，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有农产品可以收成了，我跟我们要去，我们不要去重蹈覆辙，真的，苏贞昌县长也讲啊。我发现他怎么当了那么多年行政院长，他才发现他讲这句话，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笼子里。跟议员汇报一下、其实县政府在整体上面，从以前到现在，就县长上任以后，我们在整个这一个行销通路，我们真的很认真在打。Okay. 那也有品牌在推。所以我现在就是，你看其他县市以县市现在来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农产品走的多元性，对，我们要意识到中国他可能随时会片面禁止我们什么农产品。我知道，所以说我们有比较大量的、比较存积比较多的，那当然是说有哪些量呢，我们都有在注意。好，好，谢谢。那这问题也希望县长要注意哈，要提早因应。好，谢谢。好，来，苏龙姐来，然后处长。什么处长？是农业处长。农、哦、业处长，徐处长是。那一天我有跟我有传那个公文给你哈，你有跟我讲说哈，请到那个公所去申报，有没有？好，那现在他去公所申报了，结果你知道怎么样？他竟然跟他讲说，时间不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面积不对。那第三点的话，温室跟室外的也不对。那你说，咱一直提倡讲，叫人休耕，或者是讲转种，
好啊，那么伊即卖用开很侪钱用温室的，伊讲叫做温室的，农作未损伤，你认为讲农作够可能会损伤？也会啊，也会，对不对？对啊，伊即卖讲做面积无够，一个小农的话。不是、啊，议员，我给你回报一下哈。哎，是。你那天传给我，就是大概基本上都是咱一手顺嘛，哈。哎，手顺、啊、你说你一开始讲是说为什么大林的洋香瓜没有嘛？其实已经提早啊，伊是提早爆了后，或是伊是了后才手顺的，我冇改讲。不，伊是了后才手顺的。啊，我跟你讲，就是他申报截止以后。但那个啥，那个咒语的时阵，应该修顺。啊，所以讲，以自己今天这样子讲好了，就是说我们在天然灾害，我大概有跟议员一个说法，就是说今天如果农民受损了，第一个动作一定就是去公所通报嘛，对不对？是。那通报完了以后，如果是会诊了这个在地所有农特产品，就是说通报那一项或者有多项的农产品告诉我们以后。那我们会依据这一个程序，然后我们会找相关单位一起到现场去看。看完了以后，如果说有达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天然灾救助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呈报农委会去做现金救助的公告。哦，那公告完了以后，就会有这个程序都对。对对对。哎，他现在就是他之前跟他讲说期间不对，那期间不对的话，伊有甲解释讲，这是因为咱截止了较受损的，那这一点 OK 哈。啊，第二点的话，就是讲温室的袂使哩，嘛佫因迄个啥农业科因有去看哈，伊讲啊，你这就真正受损，啥物面积无够。你讲的同一个品项吗？是洋香瓜吗？就是洋香瓜。就是洋香瓜，就是我讲的，就是说，你看他我们现在申报大连的就先通过了嘛，先公告了，溪口就比较慢嘛，对吧？啊，你是看到溪口讲啊是那大拿无嘛，对吧？啊，不然我跟你讲，大拿已经五月初就已经现金救助公告完了，对不对？对。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现在是已经公告申报完了以后，又受损的，才受损，不是又受损，才受损，对。我跟议员报告这样子啦，因为其实这个大概就是以救助一次为原则啦，那当然是說他之前是没有救助哦，他之前是没有救助。不，你讲的一共我知啦，一进了是较慢，所以讲吼，该修行的时阵，对啊，该修行的时阵已经受损啦，啊，可是已经申报已经结束了。我们公告的当下，大林所有的洋香瓜都是列为现金救助的对象。对，那当下没有，那当然都是无啊。啊，你起码讲一数啊，搁一起，或除非有另外一个所谓的这个灾害又引起的，还是什么原因？哦，那是后来灾害才引起的啊。哎，我要了解一下，是不是因为你叫你讲，你间隔时间不到半个月，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才对、啊。可是他收成的时候才知道啊，才知道受损啊。不，原则上就是说，当下这项作品，这项品项已经公告过了以后啦，吼，他不可能再开放第二次的啦，嘿。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买了受损的，我还是对对对，当下就已经开完了啊，就是因为你那边的面积，不可能说每一个人，我一项一项去因为他的作物我这样子去开这个现金救助啊。没有，他是他在说的就是说他是哦买他是较晚前较晚前的话顶后较修行的时候较知道说他的受损啊，那农业科还是我们农业处好像有去看，他说你这个真的是受损，他现在又跟他说他面积没够。不是，我们这样说啊，就是说我们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他们去看呐、啊、吼，就是讲，如果是以乡镇来讲的话，它有一个面积的规定啦、啊、吼。你说啊，你刚刚种植出来，一个一个这样子开啦。那当初我们大林都已经开完了，而且也去看过了，吼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一个所谓的洋香瓜，它确实在大林在五月份就已经开现金救助了。那开完了，它当初在时间内去申报都没有问题，但是过了时间以后，它所有的申报就超过时间就不行啊！你后面有什么像你说你事后他较慢情啊，导致他所谓的受损，以现在的状况是他也没办法再开一次所谓的这个洋香瓜的现金救助，那会无限期一直开不完。有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有经较慢过了啦，
对啊，那像这样子的话，你像说，因迄个啥，迄个果树班迄哈，因迄班迄个百香果迄个，不要绕过迄，咱不要刚好出个处理。那个百香果的部分应该是还没有开现金救助，因为他有没有通报到我们这边来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再去看。啊，我甲议员报告就是讲，因为咱对议会甲今嘛已经看了二十几项的品相去了，是吼、哦、啊，所以讲你迄个品相，我再请同仁调查一下。百香果，我有看到你传给我看的那个照片，嘿，对，我有请他们注意说啊，到底什么时候要去看？嘿，因为你像咱山区今嘛这个。这个柑仔枝吼，有一挂迄个生理弱果期还未到，啊，我们在之前你们大概有些都有反应了，那我们有跟上面在农改场他们讨论，他们是说要大概六月底才会去看，嗯、因为达到真正的生理弱果期，现在看基本上是看也是看不出来，要到六月底啊生理弱果期的时候看才会比较准，嗯，大概是安尼。啊，所以我刚刚在问的，请问你的是那杨香瓜，那现在他在。个报嘛是不好啊，好啊，已经开过了啦，已经开过了，就是这个项目的话，它开过它就不会再开。啊，那百香果的话，之前没有开过，应该可以吧？哎、欸，啊，就我去了解一下什么时候去看啊，有没有开了，我再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要去现场去看过啦。嘿。他说杨香瓜的话就是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不是，我们确实在大林都已经开过了。啊，开过了，因为迄阵伊都还未修行，伊了，才讲伊杨香瓜诶。我跟姚伯哥伊讲吼，这种作物是这样子啦，就是说一个乡镇还是有一个乡镇的这一个种植的面积啦。啊，唔是讲哦，啊你剪时间干了无完瓜，啊你只有一点点，啊我要为你特别去这样子做。你确实是以现在的这个建就有一些规划。可是总干事那个农会总干事，伊讲因跟你联系，恁讲要用专案处理，我不知道你们的专案是什么的专案啊。我没有跟他讲这种话，我也没跟总干事联络过啊。是哦。哎，我上次是说拜托议员，你把那个我给你那个资料就转过去给总干事。有那个西口的那个公文是总干事传给我的 啊对啊，我有把那个你们大林的那个杨香瓜的公告那个函有你有传给我，有传给他，他说他就跟我讲说那个日期结束以后才发生那个对 对啊，就是刚跟你收成不好的、啊，跟你报告就是大概是现在就这样子嘿。哦，是啊，就是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这个目前状况，就我们依照现行法令是这样子的，是。好，谢谢。好，好，安尼，宣读本次大会记录。第十九届，第七次定期会第十次、十四次的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11年6月21日上午9:33，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张议长、明达等30人，列席：翁县长、张亮等26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7人，主席。张议长明达，秘书长李光耀，议事主持人张彦博，记录林绿云、卢正道、黄旭平、王立贤、严议会、李静荣，主席宣告开会。一、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议事日程。二、议事组宣读第13次会议记录。二、讨论事项。一、为甲13567890号案请审议，议决甲13567890号案均原案通过。二、为甲2号案请审议，议决甲2号案修正通过。三、为甲4号案请审议，议决甲4号案修正通过。四、为乙1234567891011121314141516号案请审议，议决乙1234567891011121314141516号案均原案通过。三、临时动议，一、为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号案请审议，议决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号案均原案通过。以上。来，咱这个大会记录，各位同仁到什么意见？无哈，我们等着确认了哈。啊，咱闭幕来。闭幕典礼开始，全体请起立。主席请就位，向国旗及国父一向行3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请复位，全体坐下。好，啊，咱这次的这个定期大会哈、哦，就到今天结束。啊，咱馆长吼、哦，正好伊本来咱定期大会拢有要食饭啦吼，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吼、哦，
所以讲伊特别特别哦，得加买即马安尼，即、這个奶也足好食诶吼，啊给各位议员啦吼享用啦吼，啊咱诶家己诶农产品哦，馆长拢推销咱家己诶农产品，啊各位如果食了好吼，咱得加高接来吼，啊甲替因倒销一下吼，来馆长要讲一下吗？来。谢谢张议长，张议长已经把县政府这一次特别准备主起的最近刚量产的高阶梨，那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使用我们嘉义县农民辛苦所栽种160天的高阶梨，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谢谢大家，谢谢。好，那咱就散会了哈，来。